I know that I'm feeling a little bit unsatisfied with our results so far, because in group stage we went 0-4 versus G2 and 4-0 versus Order, so we made it to the Rumble stage, and then we didn't win the single game so far versus the major regions, which is kind of upsetting. I do want to beat G2, I mean. I think knocking them out would mean a lot to NA fans, because I do think NA fans have a lot of spite for EU fans, given the rivalry has been going on for so long now, and that it would be like a kind of revenge for us, because we lost every single game so far to them. So it would be really nice to knock them out, and I do think we can. Yeah, to the NA fans watching us and supporting us, I think so far the results have been kind of mixed, but I do think that as MSI goes on, we'll be becoming stronger by day, and I do think that if we make knockout stage, we'll be a much better team by then, and hopefully we can take some games off of the major regions. 以及在红色方像卢锡安这些点啊，恐怕还是要由他们来去承担。一开始便由蓝色方办掉了妖姬，直接做高了狐狸的优先级。卢锡安还是放不出来。一会儿看看像猴子啊这些英雄会不会一开始上班。好家伙！啊，直接把之前这个将 T1 击败的这个体系给搬掉，那这样的话卡牌的优先级提高来了，而且猴子由红四方自搬，我觉得蓝四方有可能会一开始就给 Faker 拿到卡牌。卡牌狐狸，这两个点是不是都要放出来？好，卡牌自搬的狐狸的优先级现在狐狸的优先级最高。是的，感觉这时候一局也不太能放出来啊。好，完完全全的版本红色方搬位。是的。好，直接秒锁了左一。本身 Faker 这个英雄的熟练度很高啊，而且现在版本强势的 AP 都不在了，这个英雄拿出来，似乎 T1 又要敲定了这场比赛要打一个拉扯了。那一局这边要给你玩开团了呀。是的，加里奥青钢影这种体系，那越是这样恐怕左边越是要拿 EZ 这种英雄。 EZ 卡尔玛，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蓝四方直接后两手直接出了梦魇？梦魇对于这种 poke 体系是很大的威胁，同时能带加里奥的进场，这个中野中期找节奏的能力很强。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更要 EZ 卡尔玛了，就属于下路能推线，然后也能拉扯中期打 poke。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卡尔玛很重要啊，面对他这种强开，第一时间往后 RE 去拉扯，我觉得这一手 EZ 卡尔玛并没有把格温的优先级提得很高，但感觉真的面对上梦魇的强开，卡尔玛要去保 EZ 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啊，格温锁下来之后看一下三楼，我觉得 AD 如果要放在后面去拿的话，可以先把打野锁了。打野的话，赵信怎么样？双圈组合，双拉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赵信比魏要好，魏就是更偏向于，直接把魏锁了。魏的话就更偏向于带节奏，但我觉得赵信如果配合着格温双圈，跟左一很契合。但最终是拿下盲僧。盲僧跟左一也是一对搭档吧。爆发也比较高。是的，野区作战也不太会吃亏。那三楼看一下一区这边，那直接对位给 Impact 出船长了。这场比赛红色方的 EG 啊，瞄准了打团开团。那这把感觉不掏小炮加 EZ 这样的英雄真的很难防住 EG 这边的一个阵型啊。是，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英雄就是 EG 马上要去搬掉的。是的，不太会让你拿得到。先选 AD， 对，然后 EG 这里直接办两手什么小炮 EZ 拿一手卡莎，我觉得蛮舒服的。好，先办了一手能自保的侠。
另外一边把霞的情侣更加能够开团的洛给搬掉。这样的话我觉得 EG 这里四楼抢卡莎会非常的舒服啊，这个阵容卡莎是能够在队友的进场打得差不多的情况下直接跟上的，并且把塔姆也给你搬掉了，不让你去自保。这样放出了 EZ 和卡尔玛哦，那下路我觉得大概率是卡莎和 EZ 的双发育的对线了。T1 自搬了 EZ， 他有可能是觉得你搬塔姆的话，拿比如说拿像塞纳塔姆这样的组合，好，先抢一手泰坦，选择把 AD 放一手再说吗？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 EZ 的话，就是左边是小炮瑞尔，右边是卡莎。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对位。这里 EZ 不在，我觉得就是小炮瑞尔吧。小炮瑞尔打一个反手，同时小炮有一定的位移，避免你的进场对我威胁太大，我觉得是 OK 的。是的，主要线上不太会吃亏。没有，他想要套招牌了吗？嗯，想更加的偏重于前中期的作用。让卡利斯塔和佐伊团战当中的卡宝组合 哦，利用宝石来去克制你的进场，利用宝石克制你的进场。宝卡组合直接保一手后排的输出吗？如果还在考虑，我觉得不如宝石，因为刚才我想的是就是小炮瑞尔实现这种反打，小炮能跑，那现在就是如果有宝石的话，用宝石来保护去counter你的进场也可以。但我觉得宝石这个英雄其实如果是反打去开这个大的话，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要求跟团队的一个团战配合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协同性要求比较高，对吧？是的，因为他毕竟有这个 2.5 秒的这个前摇啊，这个对于、这个、更多的肯定还是看队友的一个先手是比较好搭配宝石，但是这一把的话很明显是依据要主动的去求团。嗯，好，那既然有宝石，所以右边也不敢选卡莎了。这时候宝石也导致右边的这个 ADC 选择也变了，需要有金克斯这种先处理掉你的前排然后再去处理后排这种思路。如果他不是这种宝石的英雄选择的话，他可以右边可以直接拿卡莎跟上自己的这个前排进场，那双方阵容敲定。T1 这里依旧是拿到了菲克非常喜欢的左翼，并且两边一开始关于中单办的很多。这场 T1 的前中期靠着左翼和卡莉萨撑起节奏，后期有格温的兜底，前期的盲僧和左翼的联动节奏会很快。但是右边我们可以看出，前三选一旦拿出，势必在打团的时候右边会更加的重视团长梦魇和加料的三个人的联动。是的，不过在 AD 和上单这个位置上面可能会需要比较久的一个发育时间，更多的可能还是看中单加里奥的支援效果以及梦魇的每一波大招发挥出来的一个作用吧。是的，这一场感觉双方又是主打下半区了，两边上单各自发育。要看一下 T1 这里，要看一下 T1 这里会不会来抓船长。另外一边就是对于红色方 EG 这里可能不会来抓格温，唯一有可能去染指到上路的就是 T1， 有可能来抓船长。是的，而且以及对于 T1 这边 owner 可能更多的前期也会来中路稍微的关照一下这个加里奥，让他更多的可能专注于线上，不要去骚扰到自己边路其他的一个队友对线的一个情况。确实，不要让他飞起来。是的。好的，双方进入到赵王的峡谷。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蓝色方是来自 LCK 赛区的 T1， 而红色方是来自北美的 EG。目前两边的战队啊，分差并不大， EG 是3-3，而 T1 是4-2。本场 BO1 是由 Rita 和王多多为您带来的直播评述。这场我们在 MSI 的赛场上看到了卡莉斯塔加上宝石的组合，也平时被大家称为这个宝卡组合，是，也是为了这一把看到 EG 的整体阵容和体系之后选出来的。是的，这场红色方的 EG 啊，应该是要主打下半区，依靠着梦魇和加料到六级，打成4-2，甚至加上船长的大招，可以理解为5-2。但是由于 T1 有着宝石的存在，也会给这个月下增加一些难度啊，毕竟宝石有一个大招的无敌的存在。
是的，要强行越塔的话感觉是不太有机会。是，所以时机很重要，就是当这个中野抵达六级的时候下了双人组是没六的啊，时机是比较重要，抓一波 timing。 嗯，同时保持这个英雄，瑞塔也讲到了嘛，对于整体阵容的这个协同性的要求比较高，有着 2.5 秒的大招释放的前摇，所以会导致有的时候宝石身板比较脆弱啊，第一时间可能开出来之前自己就死了。但是他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有个 W 可以套给队友嘛，自己开出大招的时候虽然说开出之前就死掉，但是他只要把大招点出来，哪怕大招落地的时候自己死掉，自己套上 W 那个队友依旧能够享受到后续的大招。是的，感觉这一套体系可能在训练赛里面也排练过，看一下发挥的如何。嗯，上来 Carrier 的血量就被消耗了一趟，负责抢二，还是抢到了二级，率先抢到。是的，宝石跟泰坦比起来，就是自己的续航能力更强，但是先手能力比较弱啊。很多时候宝石需要依靠着一技能炫光接闪现才能将对手控住。是的，主要是这一波在升二之前 Carrier 的状态被打了，如果不然的话他可能会直接上去留一下 Danny 的。是的， F6 的视野是看到了 Inspire 的一个位置。嗯，贝克的左翼前期对抗加里奥打得很主动，在推加里奥的线啊，上路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有可能要来抓船长的，船长现在血量太低了，很危险 Impact。 但是奥娜这一脚说实话有点随意，他直接感觉你会回头走位，而且还比较远。嗯，继续在旁边给船长一些威胁。梦魇的异能处在 CD， 但是梦魇一直是横在盲僧和船长之间，形成一道屏障，不让他出脚 Q。再次出脚 Q 的时候，也没能 Q 中。是的，兵线这边也出来了。是的，虽然 Impact 血量非常低，很诱惑啊，但是梦魇一直在旁边做一个保护。所以船长这一波只需要换一条裤子啊，并不需要真正的阵亡。当然格温压了这么久之后自己的状态也比较一般了，也选择先避一下。哦，这波线还是想再清。河道有一个视野看到梦魇了啊， Inspire 反而来了。船长这个时候说，兄弟你别害我啊，我这时候怕被换，你得先扛啊。 Inspire 说好的，远距离 Q 一下，仅此而已，而且他血量太低了。这个时候咱们玩上单的都知道，最怕的就是啊，我的打野来了，我死了。是的，打野把人头一吃，兵线一吃啊，一波 gank 把我干崩了。哎，刷新包下，两个中野都来了。比如说 Danny 血量已经不好了，没办法，卡莉达率先收回一血 ，Vulcan 想换，但是要差两下普攻才行。卡莉达直接收获 double kill。直播在上路看到你打野露头之后，下路直接选择过来动。是的，这个就是依靠着 Faker 在左一前期率先推线的情况下率先支援到下路，同时刚才 Rita 讲到了，你的大爷在上，那我的大爷在下路也要做事情，瞬间形成死包二。绑好下路的兵线，处理的也非常得当。分扛的也比较仔细， Carrier 交了闪现之后是没有能够被防御塔造成更多的一个伤害的。那这样下路卡莉斯塔第一波是拿下了两颗人头，而且原本想着 EG 是要主打一个下半区的支援的，结果现在加里奥首先推线没左一块，然后梦魇在上面做事又没做到，根本就没有等到你中野上六的一个 timing 就过来动下了。而且你看看这个视野啊， T1 很细节，直接捕捉到了 Inspire 的位置，又来了。中野继续往下靠，继续往下靠，我们可能要看一看下边，但是导播表示上面很明显更重要。果然这就是世界级 OB 的理解吗？确实如此，上面直接把船长的闪现给打出来，差一点点造成了击杀，而下面果然开战要更晚一些。交了一手 TP 下路的一塔之后 ，T1 这边也选择拉开。主要这个就逼的加里奥其实挺难受的，因为两波都卡在他大招
可能就是比较难以做第一时间支援的一个 timing，就导致他这波为了来帮助下路不继续被击杀滚雪球，把 TP 也交了。是呀，所以现在这个 EG 的中野就会非常的难受，自己的节奏是比较被动的。梦魇现在赶紧回到自家的野区，把损失的经济快速的补回。这个英雄还是得偏刷呀，得到六级才能做事，前期跟盲僧的节奏还是无法相比的。是的，更多的还是要在自家的野区先把自己的等级给发育起来。那波梦魇上路反做一波事情，结果没做到，对他来说挺伤的，暴露自己位置，自己又拖节奏，然后下路又被越了，就晕了一套，但身后摆了个夹子，听完这边要稍微的先往后拉开。但是听完这下路，至少这个推线是吧，肆无忌惮了呀，没什么压力。二杠零开局的卡利斯塔拿他没有办法呀，宝卡组合厉害就厉害在于他俩能相互保，是吧？宝石大招保卡利斯塔，卡利斯塔大招反保他。红洛虽然说啾啾拼的加里奥补刀跟菲克是持平，但是菲克第一波是在下路直接做到事情的，而且啾啾拼这个 TP， Rita 刚才也点到了 TP 是浪费掉的，掠食者的加里奥现在暂时还做不出事情，直接水银鞋了。看一下梦魇的第一波大招要怎么去做使用吧，现在小龙和先锋两边都还是没有去动的。是的，梦魇第一波大招目前来看啊，金克斯已经率先移动，另外一边由 T1 的下路双人组也往峡谷先锋去动了，这一波梦魇和船长他们的发挥可能会比较到位。这个时候因为峡谷前锋的这个 timing， 凯瑞亚的宝石是没有六的，两枚辅助都到不了六，这个时候刚好呢是宝石防不了 EG 进场的时候， EG 如果想起节奏可能就要靠这一波，但是金克斯率先回线到下，金克斯率先回线到下，如果 EG 想接的话，金克斯只能支援一发炮弹。看了一下之后选择放了，还是放弃了，想要做一个小龙的交换吗？泰坦我可能再往下半区去做视野，阅兵线做视野吗？是的。哎，闪现过，他闪现过来想去找古玛玉斯，然后直接自己勾过去，配合着从天而降的加里奥英雄登场，但是呢失之毫厘，没有什么下文。好，那现在加里奥往上走了，加里奥往上走想保 impact， 但是 T1 也比较警觉啊，知道你加里奥在，所以盲僧直接避回家了。一技可以利用这段空闲把下半区的小龙资源给控下，梦魇仍然第一时间梦魇仍然这个第一个大招没能开出来，还在去等待啊。我可能这段时间还是非常想在正面帮队友做点事情的。是的，但是 T1 也没有给什么机会，因为先锋拿了之后其实上路盲僧过来也就是稍微保一下宙斯去把兵线推进塔。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首先看啊，上面两边各落大招，直接开大了，连续几段的这个隐针促射啊非常的痛，宙斯直接实现了对位的单杀。早期的船长面对有引燃的格温确实没有太多的脾气，而 EG 这个时候梦魇的第一个大招有没有可能开到下配合着加里奥登场呢？可能要由泰坦打一波先手，泰坦有六级，看他第一个钩子怎么样，距离是够的，但是宝石也有大招，丝毫不慌，宝石还在不停的扭头，这次钩子是中了，回首炫光，梦魇第一时间没有落大招，古玛玉死比较求稳的吸回了凯瑞亚。是的，怕你直接可能梦魇就要关灯下来了。嗯，先保一手这个辅助的状态，哎，直接反过来飞飞克尔，亚里奥翅膀还不飞吗？好，第一时间没飞，但是他这波不飞，飞克的闪现等于说就出不来，那等于说把 inspire 的这个大招就给浪费掉了。那梦魇第一个大招
用的自己是毫无脾气。嗯，主要下路中野一起过来的那一波上大招也没有能够把团开起来。像 EG 前期的这些节奏就没有了，因为本身 EG 这个阵容偏发育，是吧？然后自己的节奏呢是需要靠整体的联动的，需要靠船长的大招、梦魇和加里奥的大招去配合起来。他们的这个配合起来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呢是峡谷先锋处那一波打团的交汇，第二个时间点是关于包下的交汇，但是现在都实现不了了。宝石直接一个一闪想双开，但只开到一个泰坦，泰坦直接勾墙，盲僧贡献了一脚空 Q。是的，但这波兵线清掉了之后，下一波看一下什么时候过来。先锋也已经直接叫到下路来了。是的。哎，这波好像中路都在往上面去靠啊，上中都在打，两边上的。是的。下路配合着峡谷先锋，直接实现了平推。这个催眠气泡短了一寸。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这个两个点，就是 EG 这套阵容打小规模的碰撞是不强的。小规模碰撞，我们看左一这个盲僧啊，包括上单刚才也实现了单杀，这种小规模的碰撞，左边是比较强，右边只能在大规模的这种交互中获得一些机会。那两个点，一个是峡谷先锋的交汇，他们放弃了；另外一个是包下，包下因为一开始下路就被越过一次，并且船长上路也过得也不开心，导致什么呢？包下的这个时间点 ，EG 也没了。那前期失去了这种交汇点，梦魇第一个大招又浪费掉了，所以短时间内我估计 EG 要稍微自闭一会儿，要真的自闭发育一会儿，可能真的要等下一波资源了。小龙还有一分半的一个时间，嗯，但是下路的一塔已经被一先锋给撞掉了，而且 EG 这套阵容在早期两个时间点浪费梦魇第一个大招浪费过后，下一波团战如果他们选择了 all in 直接去跟 T1 打的话，咱们不要忘了有一个等级慢慢起来的宝石，这个宝石第一个大招如果开好应对住了 EG 的第一波的这个进场，那 EG 这个团战就会比较困难。现在野辅开始给上半区也去压力，勾到了，直接关灯开大，电秒盲僧，宝石大招，钻石星辰落下来，刚好魔眼到单点的位置，是但是这个人头周六平说我不客气了，还是得收掉，交出闪现了，人头必然要收。那魔眼第一个大招配合着加里奥的进场，总算是做到了事情，蹲了一波上半野区。对，纠正一下啊，是魔眼第二个大招。是的。第一波在中路飞过了，是。现在也就配合着大招，能够找一找 T1 这边落单的人，或者是就入侵野区的人头。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种大招流的阵容，你只是抓死一个人的话，在早期这个人复活的很快，那下条小龙感觉一直又接不了了。就资源方面的话，你大招的这个优势可能就不存在了。对。因为刚才讲到就是 timing 嘛，就是时机，就是 EG 它要求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交互，但是刚才你只是打出了一个人头，那这条小龙我们看到你这种大招流的体系，你在下一波的这个大规模交互的时候你没有了这种大招的 CD， 你这个大招流处于真空期，那这个龙就放给 T1 了，这正是 T1 这套节奏阵容需要看到的。那现在 T1 整体的经济领先4000，啊，对于 EG 来讲，中单加疗第一剑还没出出来，火箭腰带，金克斯的第一剑也还差了一些啊，这二先锋双 C 都没有能完成第一个大件儿，同时梦魇和加疗大招还在 CD， 船长大招也没有。二先锋也让了，好家伙，上一波在野区抓死盲僧的一波三大招的配合，是的，间接收获了一个人头钱，对，间接导致了峡谷先锋二先锋两条资源，这个下路的这个小龙和峡谷先锋两个资源都拱手让人。主要知道你加里奥和梦魇没大了之后，哪怕宝石没有大招， T1 这边也不是特别担心。来了，这波飞上路，Faker一个人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危险了。
凯兰这个钩子先勾墙，想续上一个大招，闪现过来。但是盲僧就在旁边啊，宝石大招差了几秒钟，盲僧直接踹墙，先打死加里奥，似乎都不太需要宝石大招了。啊，如果泰坦这个勾到宝石是可以开大的。是的，泰坦头也不回的直接勾墙就走了，宝石大招好了，这不直接是抬手 owner。而这几个人因为输出效率比较低，所以宝石那2.5秒他根本就秒不掉这个宝石。中路由上单和 ADC 两个人双推。那这波打完之后，其实 T1 的整体运营还是要更细节一些，因为中路推了兵线之后能拿一个中路的伊塔，而且上路这波虽然是抓掉了 Faker， 但后续的这个兵线还是由 T1 处理过去的。是啊，就是你会感觉每一次梦魇的这个大招抓人都是在没有资源的时候是被迫啊打个人头回来吧，是吧？但是这还不简简单单是自己打个人头，T1 还反打了个人头回来，中塔也被迫，EG是亏上加亏。EG 确实也很无奈，总不能说是吧，再让我等个什么3分钟4分钟下调资源的时候我再开这几个大招吧，这个大招有了还得确实要用一下。上塔半血直接选择放弃，守一下二塔。现在大招流是三个大招都有的，金克斯也在往上路去赶，梦魇传送门过来，哎，有没有机会？船长也是能支援大招的。是的，但梦魇现在十级，大招的距离还比较短。那短时间内开不起来了，要等下一条小龙，1分40秒过后，双方下一波的这个视野重心要转到下半区。这波团对于红四方 EG 来说，关键点的至少第一个大家都已经补出来，是有机会跟 T1 去接一下的。但是我们看 T1 这个压榨视野做得非常的主动，三个人做巴士过来。继续压榨 EG 的野区。三个人直接过来抱团动这个下路的二塔。哎呀，而且 EG 这里回防有点不及啊。这峡谷前锋是可以再装一头的，你看这回防太不及时了。是的，他想让高地塔都要做了，而且摸眼 insect 直接踢回了 impact， 但是角度并不是很好。卡莉丝还在后面不停的滑，吃了泰坦一个深水炸弹，直接锁头闪现到了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但是 impact 直接一个 Q 闪 A 将其拿下。Danny 一个 W 空掉，战线拉得比较长，宙斯已经深入敌阵，要卖掉自己了，自己 1v3， 看这个人头应该是要 impact 出来，没有，是有军兵来了。这波睡到了 Danny 有机会吗？直接给他一个护盾，保住了他。这波 T1 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上头，虽然说 EG 第一开始啊对高地防守不及，但是尤其是宙斯啊一个人直接捡到了高地的深处被收掉。但毕竟在高地上第一时间船长也是选择回防的。这波看一看啊，看一看他是想在大龙刷新的时候搞一波事情吗？因为 T1 是要去小龙的，而且在整个上半区 T1 有点欠缺视野。是的，没有大龙坑里面的眼位，但是一局还是选择先把这个红 buff 给收掉过来做做眼，那被 Faker 看到了。好，就这个 EG 并没有选择做点子王，忍住了。我本来以为他们做这个巴士过来，我以为是啊，可能只是加速。对，趁着 T1 这个小龙的时候他直接大龙的，就是放弃了这波点子。那因为高地打了这波之后，其实小龙这样 T1 又是继续可以去收的，正面勾了一下宝石，但是有精灵球。嗯，也就是卡莉斯和宝石这对组合的威力啊，两个人可以相互保护。那 T1 在拿下小龙过后转战上半区，再把大龙的视野给铺开。整体上这一把他们推塔推的太多了，所以整个兵线可以 T1 随意的掌控。好，直接大龙逼团了，看你过不过来。这边 EG 在龙坑上面
船长大招差的五秒钟啊，这得倒数五个数了。船长直接贴梦魇去关灯，宝石直接开启大招，四个人钻石星辰先晕中单，中单直接开启了一手金身。哇呀，最后这个 AOE 太爆炸了。看看卡莉萨宝石率先倒在地上，这个大招根本就不管用。 T1 只能且战且走，金克斯在后面疯狂的 A， 虽然说空了一个 W 被金身躲过，但是拿下盲僧之后可以轻松的收获这波大龙。这波 T1 啊，在率先 rush 大龙的情况下，有着船长大招还差五秒钟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选择了开启宝石大招直接去冲脸，结果只晕到一个人的情况下被啾啾拼一个金身完美化解。是的，这波感觉决策出了点问题啊，就对面已经知道你是在打大龙的，第一时间其实依据几个人员都可以集结的情况下，就 T1 是觉得这波我直接选择大龙 B 团先开宝石大招跟你动手。这波其实大龙当时只有三千血以下，理论上对于 T1 来说又有卡莉斯塔的拔毛，他们应该是先 rush 大龙，然后依靠着宝石的大招去打反打才是正解、而且可以在视野的盲区先让 Faker 尝试 poke 一下，就这个佐伊第一时间跟队友拉开阵型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出到宝石大招，是没有办法在宝石大招的加持里面持续的做一个输出的。没错，因为这个阵型基本上、对，在 T1 这个阵型里面能够做宝石大招最大的持续输出收益者一定是这个格温。因为 T1 这个阵容咱们也讲到了啊，就是厉害就厉害在宝石大招可以去吸伤害。我们看看梦魇又率先开大想去，哎，但是加里奥这波有点孤军深入了，直接被这个格温给反收，这反而是EG自己沐浴着大龙 buff， 小浪一波，泰坦还踩了个催眠气泡，因此巴尔赶紧开了一手自己 W 护盾帮他去挡。我想抱团进攻中路，但被抓到了一波机会啊。再说回刚才这个大龙团，就是其实有了卡莉斯塔拔毛的情况下，龙的这个斩杀的血量是很高的，同时宝石拿出的意义不正是在于去打一个反手去吸地一波伤害吗？结果 T1 还是犯了比较致命的错误，而且宙斯这是看似是个诱饵，实际上我确实没看见，是吧？实际上我确实没看见那个眼，对不起，直接来了四个大汉啊！可以，这个这个，我感觉现在 T1 要稍微的稳住一下，因为这条大龙掉了之后，其实给了EG这边船长很长的发育空间。现在边路的塔这个经济也可以去吃一吃了。这不仅是要稳住，而且。现在 T1 要做的还是睁大双眼。是的，这波感觉出了点什么问题。EG 拿下这波团战和大龙 buff 过后，因为加里奥也葬送了一波自己，所以这波节奏也稍微有点点断啊。这个大龙 buff 没有办法展开更多的推进，大龙 buff 的收益屏幕的右上角也只有1000多块钱，但是经济确实搬回来了一些。是的，看一下这条小龙。这种搬经济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毕竟是金克斯阵容嘛，毕竟是金克斯跟卡莉斯塔的这种对位，金克斯还需要更多的发育。是的，但是对于右边来讲，团战当中如何处理掉这个前排的格温是很重要的，格温对于金克斯威胁还是很大的。一击，先小龙去占一下视野，两边要抢，先去抢中线。宙斯的格温直接绕在了后面，传送门过来。其实左边是抢不过金克斯的，先把兵线清掉。泡泡是睡到了加里奥，但这一波也没有强行去上，泰坦一勾也是 miss 掉了。兵派给他想去阴个桶也没能阴到，宙斯的血量是被消耗了一些，红色方先占据龙坑。旁边有一手盲僧是想从侧边切过来去踢人吗？先找到梦魇，但是梦魇有一手护盾直接闪现踢，哦哟，踢过来丹尼的金克斯，我的天哪！同时这个宝石开启了钻石星辰大招，盲僧没能沐浴到，将其秒杀。双方打了波一换一，但是格温又是捡到了后排，而且这个爆破果直接把 Inspire 打到了一个非常
危险的位置，卡里萨已经滑毛滑了起来。泰坦虽然说勾到了他，但是自己只能断后，反而自己到了宙斯的位置。卡里萨跟小龙打了波一v一，他面对的是一个有 Q 技能的船长。林派的很想做一个追击，闪现过来，闪现火刀也没能 A 到。司马懿这波直接跳了起来，操作了起来，滑起来了，拿下小龙。哇，这波 Owner 的开团太亮眼了。当着你的面去开啊，直接绕到后面 Inspire 的一个位置，做了一波跳板摸眼，闪现过来 R 回金克斯。 Danny 似乎这波还没有意识到盲僧真正的目标 是自己，他甚至以为自己的其他四个队友能够处理掉这个盲僧。是的，主要是他身边本身围着很多人，但没有想到在人群当中精准的被踢了。哎，这波 Intact 是看到了血量比较低的库玛，尤其想过去连捅炸一下，想连捅炸闪现 A， 但是是的，被划了，被划了，有点粗糙，或者说面对卡利斯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真没办法，他就是这么能划。主要是这几波感觉依据首先把阵型拉到中路去处理中线，他们其实是要给小龙后方一定的视野的。而且依据这套阵容，我们看因为梦魇都出了这种厌恨锁链嘛，就是就金克斯和船长啊输出重任。是的，所以丹尼后面得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团战的位置。刚才他甚至他还往后放 W， 甚至觉得自己是比较安全的，没有意识到危险啊已经临近了。这边 T1 在动大龙，一句意识到了也赶过来，梦魇先关灯，先关灯，加料一个嘲讽，先找宝石，宝石开出大招，加料也开金身，全部进龙坑，船长撒下大招，位置非常不错，梦魇直接把大龙给抢下来了。 Impact 的输出位置还不错，这波 T1 再次在龙坑丧身殒命，想再去找 Danny， Danny 一丝血成功的拉开，船长收获 double kill。 这波 Danny 交出了双招之后活了下来，拿着大龙，两次都是龙坑，这次 T1 选择了将龙打到底，但是依旧付出了代价。是的，大龙感觉 T1 一生之敌，一生之敌，直接火箭腰带，再接一个秒巢，菲克开出了一个金身，但是有个交火者手雷直接压住了他的起身，金克斯一个大火箭没能命中，由梦魇收获这颗人头，中路可以破，菲克还有四十多秒钟，那一记见好就收，两次关键的大龙团战都是由EG收获胜利。我们看到这一次虽然说 T1 打到底了，虽然说有宝石的大招，但是全部人挤在一起的时候，红色方的 AOE 还是太足了。主要是这个宝石的大落下来之后，对EG来说，梦魇进去他的第一视野是先处理掉正面这个卡利斯塔之后去把大龙给拿了下来。是的，而且他毕竟是个厌恨锁链的肉梦魇，他第一时间不会被秒 的，这梦魇太肉了。但是对于 T1 来说，他们会比较着急的点就是他们需要利用在宝石大招的这段存续期间去把这个团战给打赢。是的，就是宝石的这个大招他尴尬就尴尬在这里，就是他首先他有个两秒的两点五秒的这个前摇，同时他如果开早，对面可以等你大招结束我再 all in，他如果开晚，那自己第一时间可能要死。他有的时候他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个两点五秒的这个前摇，他必须要去预判一些技能去开。而刚才我们看到，等宝石大招结束的时候，似乎红色方的船长 Impact 才落下自己的大招，炸在龙坑里面。是的，而且龙坑这个位置确实太适合现在的船长去作战了。是的，船长现在四件套，而且现在格温。第三件做了个恶魔，没有做这个金身啊，格温的保命也会打一个折扣。他想把团战里面保护的这个重担交给宝石。是的，因为宝石确实能保证格温，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立场，有一定的这个输出时间。嗯，有一定生存能力。又来了。梦魇跟船长两个人的配合，加里奥落地，但是位置并不是很靠前，但是没关系，伤害已经打足了。格温
没有金身的情况下快速被秒，船长再添两个人头，八杠二 ，EG 是有机会将这场比赛瞬间终结的。来自北美赛区的 EG 面对强大的 T1， 现在仅剩下脆弱的双 C 和一个有大招的宝石，率先开打 ，EG 能想清兵根本就清不掉，是强行把小兵给清掉。精灵球吸回来，但是公巴意思自己得开这手金身，宝石要送掉自己了，但是直接闪现想去找卡莉斯塔，没能找到卡莉斯塔，被逼出了一波闪现，但是直接勾到菲克，菲克直接被秒了，一丝血，所有人要瞄准这个菲克，泰坦虽然说被菲克会换掉，但是最后仅剩一个公巴意思的卡莉斯塔，要等兵线，兵线已经过来了，卡莉斯塔应该是已经独木难支，他一个人是清不了这个大兵的，以及四个人健在，扑向最后的门牙塔，而且闪朝直接将其嘲讽，自己开启金身，我们要恭喜一句。面对强大的 T1， 将比赛拿下。恭喜 EG！ 恭喜来自北美赛区的 EG 战队。是的。目前四胜三负。小伙子们也是很开心啊！哇，这场比赛对于 EG， 无论说是他们。在他们的晋级之路上也好，还是对于整个赛区的这个荣耀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一直以来无论说是 EG 战队还是北美赛区，都会被大家认作是四大赛区里面最弱的那一支，